总统选举一号投票前国政资政呢，这尚达曼是以超过70%的得票率当选了。14号晚间，在总理李显龙见证之下，尚达曼宣誓就职新加坡总统。66岁的尚达曼连续5届呢当选了国会议员，曾经当过教育部长、财政部长、副总理等重要内阁职务。为了参选总统，他退出了执政党，辞去了国会议员，并且卸下了国务资政。印度籍的尚达曼就职典礼致辞时表示呢，将强化新加坡多元种族政策，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。至于国际议题，他则是强调新加坡必须要坚定捍卫自身的原则，而不是选边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